美女，你叫我啊？是啊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你摊上大事了！你那一个又粗又硬的东西躲到我肚子里面的宝宝啊！我那根又粗又硬，好像我那根也没多长啊，没多粗啊。哎呀，还没有多长！你看你这个木头两米长啊！哎呦，我就木头捅到你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哎呦，刚才还有动静了，现在没有动静了，完了！哎呦。哎呀，怎么撞到孕妇了？哎呀，美女啊，刚才我也是在跟他干，我一时大意啊，没不知道你从这里过啊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对不起就完了吗？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年30岁，今年40年，好不容易跟我老公怀上的头胎啊，被你这么一撞，哎呦，完了完了。严重吗？严重吗？肯定严重啊，都没有动静了。哎呀，没动静了。那要不干脆这样吧，去到我家里面了、啊、我用那组装药酒帮你擦一下怎么样？哎呀，毒药酒，哎呀，我不要啊，我一个孕妇我闻不了那个味道啊。那怎么办呢、啊哎、我老公可是九代大船，我好不容易跟他怀上一个宝宝，哎呀，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老公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完了、哎、那怎么办怎么办？赶紧的赔钱。哎呀，今天算我倒霉啊，刚好身上有几百块钱啊，这全部赔给你吧。哎，这里有300多块钱，全部赔给你吧。什么300？哎呦、啊、你拿这300块钱倒霉乞丐啊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，300块钱你就想了事了、不可能。哎呀，美女，5万？什么5万啊？哎呀，美女啊，你也看到我这家境什么家境呢？你看房子又破，哎，又烂了。前段时间呢，下雨的时候倒了，就算把我卖了，也不值5万块钱呢、啊。哎呦，我管你那么多，没有5万块钱，哦、我跟你说，你就分不了道了走呢。哎呀，怎么要？你想办法，没有你跟我说就完了吗？哎，怎么要5万块钱呢？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呢、啊。哎呀，宝宝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有事啊，不然妈也不想活了。哎呀，赶紧的，没钱来啊！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多钱啊！哎呀，岂有此理！哦、我不给你颜色，你看一下，你是不是把钱拿出来呀、啊？赶紧的拿钱出来啊！你想办法，气死我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这里啊，原先我建房子到向人家借了很多钱了，现在根本没钱了。哎呀，你还在这里跟我油嘴滑舌的啊？是不是不想负责了？哎呀，我们有时候不负责啊。哦，要不干脆这样吧。哎呀，我叫我们那个村主任过来。哎呦，管你叫谁呢，我就要5万。喂，主任，你在哪里？你快点过来先。啊，我刚才干活不小心撞到一个孕妇了，我顺便拿5万块钱过来。在这个转角这里啊。就在我家转角这里啊，你快点过来啊。哎呀，严重吗？肯定严重了啊！现在都没有带动了，完了完了！哎呀，真是倒霉啊！怎么做事情这么大意的？哎、我好不容易怀上一个宝宝，这么被你一捅啊！完了，我要跟我老公离婚的。美女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主任，顾老板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刚想逛街，就听到你打电话来了。哎呀，赶紧啊！我搞这破房子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他的这个孕妇了。哎呀，撞到人家孕妇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哎呀，这可是可大可小的事啊，孕妇啊！他说那个胎没动静了，他要我赔5万块钱呢。哎，5万啊？是啊，你也知道我家境那么穷，我哪里有钱？赶紧的，拿钱来呀、啊，我去医院检查呀、啊！哎，美女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哎呀。没什么动静啊，真的没有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啊，怎么办？赶紧的赔钱就是了。美女，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找你了。你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但是这个光头饼是我们村的困难户啊，他从小就没爹没娘了。哎呀，现在好不容易借到一点钱，想建房子，你说要5万块钱，能不能少一点呢、啊？哎呀，我也好不容易怀上一个宝宝，被他这么一抖，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老公都跟我离婚呐！哎呦，管你那么多了！张老板，真的你撞到了他呀？我没有看到，我从那拉这个木头出来的时候，好像他就说撞到他的肚子了。这样啊？是啊。这样撞一下也不至于。
这么严重啊？他说没有胎动了，那可是一个小伤命啊，所以他就说要50000块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所以叫你过来帮忙啊。你那50000块钱带来了没有？我这里是有一点钱，怎么不够那么多啊？那怎么办？哎，美女，那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吧？那个费用我帮你出。哎呀，不要你们带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拿钱来啊。那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这撞伤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就是没有胎动了，你不要干了。我摸一下行不行？哎呀！这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美女，哎呀，50000块实在拿不出那么多，我看看我这里有多少。哎呀，我这里。有多少？1万多，行不行啊？50000实在拿不出来，我们农村没那么多钱呢。行吧，多少就多少。1万就1万吧。主任，你放心，这个钱以后我有钱了，我再还给你。行了，我到时候再说。我先拿这个钱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以后甘露啊，这不要什么。哎呀，美女，没找现啊。钱我是给你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我的意思，刚刚我摸你的肚子感觉不一样啊，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呀？啊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一个孕妇啊，感觉跟我怀孕的时候有点不一样，大家都是女人，这个摸得出来的。但是你看她肚子那么大，不是怀孕是什么？大是大，软绵绵的像海绵一样啊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啊，假的！哎呀，果然被我猜中了啊！什么？原来是个假宝，你不能走！你要跑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刚刚第一次的时候我摸感觉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刚刚一摸到这里啊，哎呀，感觉是空的！哎呀，没想到假的，这么可恶啊！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居然装个假宝啊！哎，美女，你看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干这种缺德的事啊？你坑百姓的钱啊，你有良心过意的去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多艰难啊，我从小都是白手起家，男的赚了几一分钱了，就是、你竟然坑我10000多块钱！哎，行了，那钱我给你啊，我不要你们钱了，你们就放过我吧。哎，什么？要不这样吧，那个帅哥，我给你100块钱，钱就本来就是，那个赔你道歉了。我也不要你的钱。你刚刚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叫你放过他，你都不放，你现在想拿100块钱就想打发呀？而且你这个钱啊，来路不明，我也相信啊，这个钱肯定是你坑人家得来的，我不能要你这种钱。还有啊，这附近啊几个村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都是你干的？哎呀，我都干了990单，从来都没失手。接着你们这里失手了，这么嚣张啊？哎呀，他干了900多单。哎呀，既然这么坑人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还是看一下监控先啊。真的是的，哎呀，哦，手机在这，真的是的，我看看到底是不是你弄的。哎，我就说跟你说了。哎呦，他自己撞过来的。自己撞过来的，还有意思说啊？你这种人啊，真的是坏事干尽了你啊！哎、你有良心吗？一点人性都没有。主任啊，一看他这个打杂宝就知道他肯定是故意的。哎呀，那个美女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你眼看就快过年了嘛，没钱了，我就想到了这一招，就坑了他一点钱花呀嘛。再怎么没钱，也不能干这种违法的事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是犯法的啊，欺骗性。你知道我吗？我们的钱是多难赚来的，你这样坑我啊、人家本来就不容易啊，你就天天想着这样去哪里坑人家的钱。你还有良心的吗？哎，行了，那个主任、哦、我向你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干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哎，我吧，放过你。你说最近那些都是干的，有没有你的同伙？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哎呀，老是找不出人来，原来都是你们这种人作妖作怪。哎呀，都怪那个大不良教我这么做的。人家叫你做你就做啊，人家叫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，什么能干不能干，你不知道的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也是个成年人了啊，这种事都不知道呢，你这种人简直是我们社会的毒瘤啊，败类啊，真的是的。主任、啊、刚才他不是说干了990单啦、啊、哎，不是，他们肯定有一个团伙啦。我看他、啊、这熟练的手法不止999啊，说的不定都不知道干了多少，这里坑了又去别的地方坑，我相信你这种人啊，真的是的。你不能走、我跟你说，今天你遇到我也算你倒霉了啊。干我
必须要将你绳之于法啊，送你到派出所去，好好的面壁思过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我还没结婚呢，不要去那种地方。我跟你说，没结婚正好啊，不用担心家人，一个人在里面想好了以后怎么做人啊，不要再危害社会了。主任说的对，要把他们这种人送到派出所，把他们呢连根拔起。对对对，把他们这坏的极端全部抓了，有同伙的必须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啊，你就好好改过自新，以后出来好好做人。走，走，走。